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。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汤普森第一册31页的《摘棉花的老人》。好 ，Sonia， 你来看一看这个书上这首曲子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？对，有一个小连线，是不是？它连接了前后两个音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吗？嗯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后面的咪不要弹。对，这个后面的咪是不需要弹了，但是呢，它的拍子要怎么样？要到底。要什么？要唱到八。拍子要把它保留住。嗯。那么，因为前面这个音是几拍呢？四。四，后面这个音呢？四。四，所以4+4=8。对，好的。那么，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它这样的连线啊，仅仅限于因为连前后两个音是相同的音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这个音是咪，后面也是咪，所以它才能够这样子做，它变成咪2345678。那如果它前后连的是两个不同的音的话，有这样子的吗？可以，那还后面一个音要不要弹？要的，对，如果前后两个音是不同的话，那是要弹的啊。好的，那么这首曲子一共出现了两次，对不对？第一行和第二行都有啊。好，那我来弹给你听一遍好吗？这首摘棉花的老人啊，看我啊，你看我是哪里在挥动，然后手指用了什么样的力度，好不好？1234，1234，起。你看我弹了以后，发现我是用哪里在挥动啊？嗯？什么地方？这是哪儿？嗯。整个前臂啊，不是这儿，不是手腕，是整个前臂。像我们录像里面之前做的那个起重机、升降旗的那个动作，对不对？手腕是不动的。好，那我的手指，我用的是多少重的重量呢？是什么？啊，老虎爪子很好，我是抓住的啊，手指都很有力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来试试看。弹之前，先把位置放好，然后眼睛看哪里？书。看书，好的。嘴巴要干嘛？唱。好，我看看你有没有老虎爪子啊。1234，唱。稍微快了一点，如果对于从来没学过的小朋友来说的话，这一下子有点太快，我们以后新学曲子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俩一起来弹，我要给你弹个伴奏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好，2、3、4、1、2、
三，起。刚才没有唱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一个地方弹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，是不是啊？你觉得你这首曲子很熟了，但是一下子不小心就弹错了一个地方，是吧？啊，以后要唱谱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，谢谢。如果你喜欢，欢迎订阅加点赞并转发，再见。